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野生战争，野兽战争模拟器啊，我们已经过到了第五关了吧？我们这次呢，来准备过第六到十关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看到这六到十关呢，有这个雪人啊，那这个应该是打足球吧？啊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兵马俑战队啊，弓箭手战队啊，鲨鱼跟鲨鱼国王。好吧 ，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这一场。我记得以前玩 loading 还好啊，没有那么久啊，算了不管了。好，那现在给我多少钱？我的钱被降龙挡住了。啊，给我5000块，5000块的话，其实血怪应该不难吧？而且，只能用人类哦，那很简单啊，弓箭手应该就搞定了吧？试试看，哦，弹起来这样子，咚，咚，哦，抓一下11只，看来是不太行的，弓箭手威力没有那么强啊，啊，抱歉，我错了，直接一个大爆射，火焰兵，4只火焰兵。然后呢，2只弓箭手，剩下的呢全部都是骑士。啊，有人说这个是骑士，不是国王。好，我们上，冲啊！感觉有点行哦。哦哟，超级破土啊！哇，怎么搞的？赢了！哇，他脖子伸长啊，变鲁夫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们行地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这局蛮简单的，大胜利。Metally， 超屌的！今天这一局还蛮快的嘛。第七关打足球游戏，来打足球了。对面全部都是越野车，哇塞，这一关怎么那么累格啊？这一关累格哦。我缩小一下，哦，好多了。你刚刚怎么那么累格啊？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迅猛龙来玩啊，会不会被车给捏死啊？以数量取胜啊，50只满了、哦，那剩下就装镭射吧。那超小只的啊，而且完全看不清楚。哇，没钱了，上！我们以量取胜。哦呦，哎呦，踢得快，踢得快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冲啊！快点过关！快点这边！完了完了，踢不过去，冲过去！快点快点！完了，我们的可爱的美格龙啊，全部都被捏爆了。有人吗？哇，有点滚过头了。完了，这个角度不对，可恶！我们的迅猛龙呢？不是我们的美格龙呢？剩一只了。半只都没有，全死光了。好，全死光了。踢屁哦！闭嘴。好吧，我们觉得这个不太行。哇，他们开好快哦！我们根本跟不上啊。他根本就把我撵过去啊！哇，那个腊肠狗真的变成腊肠啦！你看这个人，啊，干输了！我不要玩这烂游戏啊！换人！干老师撤梯呀！快点撤梯啊！再跟 game 撸下去，他们就来啦！我是想翻白眼好，送他们了啦！送他们了！我能说什么？你看被自己也踢进去，受不了进去！
顶进去，顶进去！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再踢直线了！哎呦 ，no！ 聪明点，聪明点，聪明点啊！不要卡我！你那卡死是有什么玩啊？我的天啊！我快受不了啦！我真快受不了了，这个游戏，快点！好，就这个角度，就这个角度，可恶，弹起来了！干你屁哟！哦哟，我受不了啦！这顶什么啦？交给我啦，剩我一位啦，没有那边还有两三只啊！你是顶什么？你为什么把他踢过去？完蛋了！你算蛮聪明的吗？还知道要调整这个角度啊？啊，就是这里了。你的位置又不是很妥啊，又弹出来啊！哦，不要乱射啊！那只迅猛龙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害我的、啊？太高啦，干输了啦！妈粪 game 欸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就输了。我们觉得呢，后面要加雷龙啊？怎么雷龙？一千的，你跟我开玩笑？筛减，三减三减，来，我觉得加雷龙苗都没什么用的样子，他还顶不到啊。妈的！干，冲人小啦！球嘞！感觉走太慢了，不行。这北梯真的走太慢了。就这样。顶住，顶住。有了，这局有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弹出来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过了。Oh my gosh！撑，撑住，撑住！他们都一窝蜂要撞，也没有人想要就从另外一边防守，超级愚蠢。如果车子不过来的话，这边应该过得了、哦。有了啦，不要再提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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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终于，没个提啊啦，真正是啊！我为什么要奢望他们的 AI 呢？为什么我要奢望他们会很聪明呢？这是我唯一最大的错误。最后一踢了啦，振作点好不好？有啦，你这边终于啊，不要在那边哦，赢了，搞得我心好累啊！我天哪、啊！
好，下一关，靠腰再过光过第二关而已，玩的我精疲力竭。哎，知道吗？钢铁人是不是？钢铁人证给我20000。哎，三只飞龙应该就搞定了。完了，不能装装备啊！不能装装备。嗯，我们要剩下的钱要怎么做？迅猛龙。我们还有多余的预算说，算了，不管，就这样。烧了他们！哦，这局简单多了。啊啊啊啊！这局够简单了吧？超级破土欸，好，直接过了，直接过了，敢笑死！好，第九关，一堆弓箭手阵。弓箭手阵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用哦盾阵加弓箭手。那我们我们不能用人类吗？我们不能用人类了，坦克一台。越野车、机枪塔，然后哦，还有雷射枪塔，这样子秒爆一个！哇，这个手是怎样啊？被秒掉了，太哭了吧！坦克要多少啊？坦克要6000，看看啊，3900，一只飞龙。然后呢，这只飞龙呢，可以放雷射，然后还可以放这个上。啊啊啊啊！飞龙要死啦！飞龙挂了，哇，全灭！后面的弓箭手好难搞啊，这可以不要。我记得我们那个鲨鱼还蛮强的啊，这一颗在用鲨鱼吗？鲨鱼，哦，鲨鱼在这里，可是它3500。两只鲨鱼行不行？感觉要死欸！啊啊！一只鲨鱼挂了，两只鲨鱼挂了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！我天啊！这边可以用一只火凤凰吗？一只。然后呢，以数量取胜，迅猛龙。迅猛龙大军，来来来来来！哦哦，这个强，这个强，数量取胜，数量取胜！可以用头去顶嘞，这个凤凰！摇摇摇摇摇，摇摇摇摇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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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，能！突击强一点，把前面的盾阵给解决掉就赢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这两局过得还蛮快的，终于到第10关了。鲨鱼国王跟鲨鱼，来看看 ，mega mega 巨齿鲨，哇，这国王超大只的，这个要怎么打？一样弄一只这个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可以弓箭手啦。他们移动速度那么慢，弓箭手阵应该是可以把他们射死吧？试试看，冲进去！哇，直接把他咬死！哇，这鲨鱼王攻击好高啊！快点，快点，没关系，他动作很慢，挡他！鲨鱼王死了，鲨鱼王死了，赢了！哦耶，赢了！啊！
鲨鱼王。好，终于过第五关了，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鲨鱼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先不先玩到这里了啊、哦。这个前面有一些关卡真是超难玩的，玩都快吐了。好吧，那么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记得按个喜欢以及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是把这影片分享出去给亲朋好友观看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啊，那个或者是啊，对了，如果有任何意见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啦、哦。啊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啦，拜拜。